开火辣的美国知名女星安吉丽娜·裘丽，因为带有 BRCA1 基因突变，是乳癌高危险群。为了避免罹患乳癌，做了预防性双乳切除手术，震惊国际。高雄一名60岁妇人也做了预防性乳房切除，然而她不是基因突变，而是10多年前做的小针美容，在双乳注射液态气胶，虽升级了好几个罩杯，没想到多年后双乳走山，还出现许多硬块，胸部变得凹凸不平，左乳有一块硬块不断变大。到我们医院来求诊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下我们拍的乳房摄影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小这种小型的一个肉芽肿变化。检查发现妇人的左乳有一颗4公分的乳癌，虽然可以局部切除，但她看到双乳有数不清的肉芽肿，伤心的跟医生说把双乳都切了吧。病人担心有接下来的一些病变，所以也是做了一个预防性的右侧乳房切除。医师表示，这个妇人的乳癌可能跟小针美容无关，但也不排除是打进去的填充物在乳房反复发炎诱发乳癌。妇人已做完切除手术，等治疗结束后将进行义乳重建手术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哦哦哦！Merry Christmas, Merry Christmas, Merry Christmas.